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。本期为大家带来一部关于宇宙奥秘的电影。神秘男子被认定为精神病，但是他知道的事情比科学家还要多。故事要从一个人来人往的火车站说起。清晨，一束阳光透过窗户射进了大厅，一名眼戴黑墨镜的神秘男子突然出现，打扮非常普通，没有携带任何行李。没有人注意到他是如何出现在人群之中。大厅的一位老太太被人抢夺了行李，男子上前予以帮助，被警察当作了嫌犯。当问起他要去哪里时，男子回答他地球就是他的目的地，乘坐的交通工具也并不是火车。之后他赞叹原来地球是这么美丽。即使被当作了精神病带走，男子依旧面带微笑，四处张望着周围的事物，貌似地球上的一切对他而言都是第一次见到。另一边，精神疾病专家马克正在辅导自己的病人。黑男是一名被害妄想症病人，他总是戴着口罩，怀疑外面的空气含有致命毒素，嫌弃食堂做的饭不够热，不足以消灭病菌。马克给他开了两天药后，接见了下一位重要患者，这名病人就是火车站的神秘男子。神秘男从火车站被带走后，送往了一家精神病院。他自称自己是外星人，医生认定他患有妄想症。在治疗期间的一个月，每天服用了300毫升的镇定剂，依然没有什么效果。一般来说，这么大剂量的镇定剂，妄想症患者会有一丝理智的清醒，像神秘男的情况还是非常罕见的，所以只能送到了专家马克这里。马克本以为神秘男会像黑男一样神经叨叨，没想到眼前的男子彬彬有礼，言辞谨慎，丝毫不像是一位病人。神秘男子名为波特，他自称是来自一颗名为 KPEX 的星球，位于距离地球1000光年的天琴座附近，通过光能旅行到达的地球，是比光速快很多的速度。这立马引起了马克的质疑。根据爱因斯坦的理论，没有物质是可以超越光速的。波特马上纠正了马克的错误。爱因斯坦真正的意思是，没有事物能够加速到光速，因为质量会变得无限大。但是他并没有提到一个关键元素——超光速粒子，它的速度要比光离子快得多。既然在学术上无法证明，马克提出另外一个问题：你如果是外星人，为什么不是外星人的样子？波特反问道马克：那你知道为什么肥皂泡是圆的吗？因为那是最有能量效率的形状。同样的，在你们所谓的地球上，我就是地球人的样子，在我的家园，我就是 KPEX 星人的样子。波特在之前就来过地球很多次，至于当初为什么而来，他也搞不清楚。他还将地球文明定义为 BA3 级，也就是处于进化初期，未来发展不确定的宇宙文明。波特的这番理论让身为教授的马克颇为震惊，他从来没有遇到过编瞎话编得如此完美的精神病患者。波特不仅能够和正常人交流，和所谓的精神病患者聊得也很投缘。他告诉眼镜男，在 KPEX 星球上有7个紫色的月亮环绕，2颗太阳包裹，每过200年2颗太阳会同时升起，非常的壮观美丽。因为2颗太阳的光线交错，多种因素影响下，他们的眼睛能够看到人类眼睛看不到的紫外线。这一点马克通过实验得到了验证，地球上的光线要比 KPEX 星球上的强烈，这也解释了波特为什么总是戴着眼镜。第二次见面时，马克特意用窗帘遮住了阳光，令波特感到了家园的温暖。波特终于摘下了黑眼镜。马克打算从波特的家庭开始入手治疗。当询问到波廷的家怎么样时，波特回答他，在 KPEX 星球上，他们是没有人类所谓的家庭，并且家庭的作用在大部分星球上都已经被遗弃，没有妻子，没有孩子，所有人都不需要家庭。显然，马克并没有理解波特所描述的世界。他紧接着追问 KPEX 星球上的社会结构如何明辨是非，如何惩治罪犯。波特再次告诉他无法理解的世界，人类世界所认为的以牙还牙，以命换以命，这种手段在全宇宙都认为是愚蠢的。他很纳闷，人类是如何存活到现在的。明明是马克在治疗波特，马克却被怼得无话可说。出于职业操守，他必须证明波特所说的 KPEX 星球是不存在的。他趁着一次家庭聚会，向身为天文学家的妹夫提出了问题，通过专业试纸来打破波特的幻想。另一边的波特，他和这里的患者处得非常不错，包括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把他当做了好朋友，对他所说的 KPEX 星球非常好奇，就连平常不安分的患者豪伊都对他言听计从。波特告诉他，只要他能够完成3个任务，他的病就会治好。交代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坐在床边，直到找到快乐的蓝色知更鸟为止。马克认为波特这么做干扰到他的治疗方案，而波特给出了他惊人的回答：在 KPEX 星球上，他们在几百万年前就知道，凡是生物都有治愈自我的能力，
医生病人是多么奇怪的区别。如果马克你真的是医生，为什么还没有治好豪伊他们？这回答令马克哑口无言。更让他震惊的是妹夫的一番电话。妹夫通过尖端设备，根据波特的描述，确实找到了类似 K-PAX 的星球。和波特所说的一样，它的周围有两个太阳。如果不是波特所说，人类很难在茫茫宇宙中发现 K-PAX 星球的。这件事情除了世界上的几位顶尖专家，应该不会有任何人知道有这么颗星球的存在。另外，可以排除波特是失踪的天文学家。为了进一步验证波特的所言，马克聚集了几位天文学界的大佬级人物。学者很好奇波特为什么会知道 K-PAX 星球，波特回答他们，这个问题在他们星球连小孩子都知道，因为这就是他们的家园，就是一个常识性问题，就好比地球人知道自己太阳系的事情。而且波特还专门画出了他们星系的运行轨迹，非常详细的把复杂公式列举了出来。如他所说的那样，波特知道事连地球顶尖学者都不清楚。学者们对此非常震惊，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真相，但他们愿意相信眼睛看到的。这天，守候窗外多日的豪伊终于发现了蓝色知更鸟，他兴奋地跑遍了整栋大楼，疯狂欢呼，告诉了每一个人。所有人都被豪伊喊到了窗户边，兴奋地喊着蓝色知更鸟，连总是不出门夫人都被吸引了出来，所有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快乐幸福的表情。紧接着，波特在豪伊的耳边悄悄告诉他第二个任务。晚上，患有自闭症的贝斯走到波特的门外，他告诉波特，他知道蓝色知更鸟就是波特自己。贝斯从小就待在这里，在他很小的时候，家里失火烧掉了一切，从他到这里就没有开口说过话。因为波特出现，患者们都希望波特在走的时候可以带走他们，波特却是要在7月27号离开地球，不过他只能带走一个人。马克很好奇波特离开的时间为什么是7月27号，他突然想起来之前的一次谈话，波特曾经说过他在地球上已经待了4年09个月，那一天恰巧就是7月27号，离开的时间正好是5年。马克认为波特有可能是在几年前的7月27号发生了重大事件，才会导致他精神失常。第二天，马克便邀请波特到家里做客。刚刚见面，波特能轻易地接触到认生的金毛，并且可以和金毛自由地交流。除了这点，波特表现得和正常人没有什么两样，待人彬彬有礼，一副安静和蔼的样子。波特在马克家意外地发现了他大儿子照片，由于是前妻的孩子，父子间的关系比较冷淡。可笑的是，身为人类的马克却在教导波特家庭血缘的重要性。本来安静的一天被花园的喷泉彻底打破，喷泉的声音令波特大为失常，疯狂呐喊要关掉喷泉。事后他却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，转身去找苹果馅饼。根据波特在马克家的表现，马克认为波特是一个地球人。当他打算找到波特谈话时，却发现波特消失了。要知道，在精神病院如此看管严格的地方，逃跑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。马克打遍了所有的电话前去寻找，结果是一无所获。豪伊说他只是去了北部旅游，过两天他还会回来的。果然3天之后，波特安然无恙地回来。马克对这件事情非常生气，他打算通过最后的催眠疗法来治疗波特，但是波特并不积极配合治疗，努力地隐藏自己的真实姓名和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。经过几次尝试，马克总算有了一点眉目。波特是一名 K-PAX 星球人，一次星际旅行期间结识了一名叫皮特的男子，皮特有着幸福的一家人。每当皮特感到难过时，波特就会被召唤到地球。至于为什么皮特的召唤会有效果，他也不清楚。就在1996年的7月27号，他再次收到召唤来到地球，结果却发现皮特要跳河自杀。由于情况紧急，波特并没有救下皮特。当马克追问皮特为什么要自杀时，波特却突然失声痛哭了起来。此时波特的脉搏突然狂跳到了140下，出于安全考虑，马克停止了催眠，波特的脉搏突然恢复到60下左右。另一边，患有被害妄想症的黑男居然恢复了理智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豪伊的帮助。豪伊趁着黑男睡觉时掐晕了他，然后马上叫医护人员救醒了他。醒来后的黑男大彻大悟，他认为死亡是人类不能够掌握的事情，在当下的环境活好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。而豪伊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波特交代的第二个任务。下班回家的路上，马克意外发现波特铅笔的信息。根据铅笔的来源，他们很快查到了一个名为罗伯波特的男人信息，但是资料显示该男子已经被淹死。为了更为详细的查明情况，马克来到了罗伯波特的住所。根据警探的叙述，他终于知道了事情的原委。在1996年7月27号，波特的妻女遭到了流氓的残害。回到家后的罗伯波特一度接近于崩溃，一气之下将流氓的脖子扭断。
他绝望地跪在地上，用旁边的喷泉清洗了身上的血迹，之后慢慢地走进了汹涌的河流。大家都以为罗伯伯特已经被淹死，没想到会突然出现在精神病院。回到家后的马克看着自己的妻儿，想想罗伯伯特的遭遇，他感觉自己现在很幸福。随即他再次找到了波特，拿出了罗伯伯特的毕业照，试图令他回忆起真实的自己。但是波特却回答他，既然马克已经找到了他的朋友，他恳求马克在波特离开后好好照顾罗伯伯特。之后波特找到了豪毅，给他布置了最后一项任务，那就是继续待在这里，正视自己接下来的生活。豪毅交给波特大家写的追随波特的理由后，非常满意的转身离开。第二天清晨，由于马克睡过了头，他匆忙跑向了波特所在的房间。此时波特的房间监控突然被干扰，随着一束阳光的照射，一股巨大的能量笼罩了波特。当马克冲进房间时，他却发现波特竟然倒在了床下。所有人都认为现在的人已经不再是波特，并说真正的波特已经离开了消息。紧接着他们发现了沉默寡言的贝斯跟随着消失，他们知道贝斯跟着波特一起去往了 KPAX 星球，因为贝斯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，或许像 KPAX 星球这种没有家庭观念的星球才适合贝斯这样的人。最终豪伊出院，在一家图书馆担任工作，黑男也成为了一名白领阶层。至于成为植物人的皮特，只剩下了一个躯壳。正如波特最后的恳求一样，马克在细心地照料波特的朋友。圣诞节前，马克邀请了自己许久未见的儿子，邀请他回到家里一同度过圣诞。因为波特曾经告诉过他，宇宙其实一直在膨胀，然后收缩，终而复始。马克处于一个无限循环的周期，如果他不加以修正错误，在下一次循环，错误还会发生。至此，电影总算告一段落。本片作为一部非常哲学的科幻，我认为里面的观点很有想法。一直以来，人类都以人类的角度去思考外星人，假如外星人不是我们认为的那样呢？既然他们是外星人，形态和制度上不一定和人类一样。宇宙之大，无奇不有，在人类认为最快的速度是光速时，外星人可能把光速当作散步的平常速度。宇宙的奥秘令人惊叹，令人着迷。好了，本期就是这样，我是老条，喜欢点击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